اللهم صل على محمد وعلى آل محمد.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عاقبة للمتق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وحبيب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因为我跌咗，我开咗电脑睇嘢，أجمعين. 因为我跌咗咧就冇嗰个电脑嘅，各位，السلام عليكم 讲嘢唔可以发 ورحمة 声الله 嘅，所以而家我就وبركاته. 喺嗰个 chat 嗰度咧就打咗字幕，咩事？得啦，我见到空，我见到空讲紧啦，好，系咯，系咯，系咯，唔该晒，好啦，OK，散。الحمد لله ولتوجه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يقول لك ده وشنك لو دي نستيقان لما كم يقول لك ديكو زوم ميتين يقول لي كي سنك من تي ها كما مولاين ديم دو هولا ها ولي كم يقول لك دو هاي كونك ويلا يتعى لك حوزاب فنحيان لك Ahmad Dutunji 博士的人生的经验啦，咁啊，今日咧系主要嘅提醒我呢个啦。虽然话我啲收啊，就话喺清真寺啊，喺礼拜寺啦，系好重要嘅事情啊。对我啲穆斯林社群嚟讲啦，都系一个大事情。但系咧，我哋知道咧，如果你喺咗清真寺，啊！冇人去做礼拜，冇人去用啊！这个清真寺嘅话啦，咁啊呢个咧都系一个更大嘅问题。因此，阿马杜吞吉博士咧，佢嘅经验咧就系话啦，叫人咧做礼拜先，然后叫人咧首先要做午饭办公。就话如果你平时都唔做礼拜，咁你唔做礼拜嘅话，你起清真寺做乜嘢咧？系嘛？就话如果话你清真寺啊，收得好靓，但系你冇人去啊，咁呢个咧就系又系一个大问题嚟。咁我哋知道咧，而家啦，我哋穆斯林。啊，无论喺穆斯林嘅少数嘅地方，或者话穆斯林国家都好，但系都有相当地一部分人咧唔守拜功的，啊，就系话唔做礼拜，都系一个名义上嘅穆斯林，啊，咁啊佢嘅经验咧就系话我哋啊第一时间咧就应当咧叫人做礼拜。做礼拜，咁如果话个个都啊做礼拜嘅话啦，咁你变咗啦，就我哋需要清真寺需要集体礼拜嘅地方，同埋咧我哋还需要咧啊一个地方咧嚟号召伊斯兰，因为早期嘅清真寺啊，佢唔单单啦系一个做礼拜嘅地方啦，啊系一个教穆斯林。啊，宗教方面嘅事情，日常生活嘅事务等等，啊，就系我哋家庭方面嘅事情，啊，婚姻啦，啊，等等啦，咁啊，你都同呢个清真寺啦系有关系嘅。咁啊，当然嚟讲咧，啊，如果我哋有好多人啊礼拜，咁啊，你每一个地方就系话做主妈啦。啊，咁你平时礼拜可能喺屋企去做，咁我主妈啦，咁你一定咧就系话要喺一个地方咧，啊，就系话清真寺咧一齐嚟做做，啊，咁啊一齐嚟做啦，咁啊你又有一个好嘅地方，啊，所以有好多地方你清真寺咧一开始咧就系好简单嘅，好简陋嘅，咁啊随住发展咧，啊，佢有啲咧就重建。啊，重建一次一次，咁咧砌好一个好大嘅规模，啊，因为佢当时可能觉得，冇咁个需要，啊，冇咁多人啦做礼拜噶，啊，就好似我啲，香港嘅情况啦，系差唔多啦，好似九龙清真寺啊，好似我哋湾仔啊，群清真寺啊，可能一开始嘅时候咧，
就冇咁多人嚟礼拜。咁好啦，发展咧啊，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啊，所以有开始嘅规模细，到后来啊，扩建啊，就系话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嚟做礼拜。所以而家好似嗰度中央寺啊，你都系而家嘅情况咧，咁你都有分啊，起码都有分两次。咁啊，你又话开斋节、归帮节啊，嘅时候人更加多。咁啊，有啲嘅时候又分啊两次、三次咁样嚟做噶。咁啊，就系话咧，你嗰个穆斯林嘅社区有咁个需要嘅时候咧，咁你又起清真寺啦。因为清真寺咧就系穆斯林嘅家园啊，安拉嘅地方。咁啊，起清真寺咧，咁啊一定咧系有啊。有天生的信仰啊，在古兰经里面，阿拉苏布哈纳瓦塔勒，哇，阿乌杜比拉希纳沙托尼罗吉，伊纳玛亚穆鲁马萨吉纳拉希玛阿曼纳比拉，瓦勒尤米拉阿希里，瓦伽玛萨拉塔瓦阿塔萨卡塔，瓦勒姆亚哈沙伊拉拉，法阿萨乌拉伊卡亚库努米纳穆萨迪。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كما تهوى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تنجي هكولا جنيا بيوالا تهوى لي هي وان لي تنجي تجينا يدين سوشينا هايو تهوى يمان هايو كين سنغ سنغ يوم سنغ الله ولا يوم من اخره يوم سنغ مويا اني سنغ هو ساي我爱伽玛沙拉要做礼拜的，我爱特扎卡要俾天赋的。同埋咧，你起清真寺管理清真寺的人咧一定要有敬畏，敬畏安拉嘅心你唔需要咧害怕其他人或者咧其他的事情。咁你唯一害怕嘅咧？就是真主安拉苏布哈纳塔勒。那么你的起清真寺管理清真寺的人呢那么如果可以做到这样呢，当然还属于一个得正道的这样。那么这段古兰经讲给我的知呢首先我的起清真寺管理清真寺的人呢，要有天生的信仰，这个伊曼一定是一个好坚定的。同埋呢，我哋要遵守五功，你都特别讲你要礼拜噶你话你管理清真寺，你自己都唔做礼拜，咁你有咩意思啦咁你要俾晒卡就俾天赋，同埋呢，你个举意非常重要噶，就系话。为了得到阿拉的喜悦，系无论清真寺入边嘅乜嘢事务，咁啊，如果话你系为咗正义、为阿拉而做噶，所以你唔需要惊害怕其他的人讲乜嘢咁我哋知道第一间清真寺咧喺伊斯兰发展嘅历史上，第一间清真寺那个就是麦地那嗰度啦，麦地那的古巴。那么有一段古兰经呢阿拉苏布哈纳瓦塔阿拉，我把阿乌杜比拉希纳沙托尼瓦拉金，勒马斯吉顿乌西萨阿拉塔格瓦米欧瓦里尤米阿哈古安塔古马菲，菲希雷加鲁尤哈布纳安亚塔塔哈鲁。والله يحب المطهرين صدق الله العظيم كما نيدر قلان جين قام بي ودي جي جاها وا تأيي كان چين جين جي تون تأيي يو حي جي كسي هو جاها كين لا هاي كين وي ان لا جي سن جاها وا يو تاك وا تأيي نيجا فيسان سن يو咁我哋知道清真寺 Masjid 喺安拉嘅地方拜通拉
咁啊，阿拉嘅地方，我哋所有嘅穆斯林啊，所有嘅啊有姨妈嘅人，都有呢个责任来维护呢个清真寺，管理清真寺啦。当然有一个啊一个管理层，但系我哋穆斯林大众都有责任有义务啦，来参与关上清真寺嘅事情。所以我的穆斯林，当然了，我的要有一个啊人生的目标啊，我的在有能力有啊可能的情况下了，应当了为阿拉为伊斯兰做多的事情啊，当然都要谈的这个能力啊。所以阿哈马杜腾吉博士可以啊。个人生的经验一边，佢认为啊，就系话我的啊个人捐钱啊喺清真寺之前，我的应当咧个人献上为阿拉来做礼拜，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啊非常基本的重要的工作嚟嘅。所以你有姨妈，你有信仰的人呢啊，你喺建立清真寺啊，清真寺之前，咁啊，首先你啊建立你嘅信仰，喺你嘅心入边啊，喺你嘅灵魂入边有一个坚强的信仰，这个伊曼，所以呢个系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哋首先嚟讲，我哋要做呢、这个啊。这个大瓦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令到穆斯林啊更加虔诚，更加敬畏真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啊，这个最基本的工作。如果他的心里面有这个啊敬畏安拉的心，有这个虔诚的伊曼，坚定的伊曼，那么他一定会啊为喺清真寺啊，管理清真寺啊，维护清真寺啦，会出一份力。所以因此我都话啦，你话喺清真寺重不重要啦？系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个系一个伊斯兰社群穆斯林嘅啊一个活动嘅中心啊，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要有清真寺啦，作为一个中心可以联络啦。你周围的穆斯林啊，这个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在清真寺不重要，是重要的啊。但是这个重要呢，要在这个教人啊有一个虔诚的信仰，有伊曼做礼拜啊，这个更加重要的。如果你起好清真寺啊，没人去做礼拜，那么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来的了、啊、所以他的经验呢就是说我的啊起清真寺是好事来的啊，你为阿拉起间清真寺啊，这个是一个好事。但是呢，我的一定做穆斯林啊，有一个好的信仰，守五番啊，每天做五次的礼拜。那么这个呢，如果他都做到了啊，我的再来起清真寺，这样变了，就是起了清真寺呢，就有很多人来清真寺做礼拜。啊，那么这个清真寺呢，那么你就有个意义呢，就非常之大的了。那么我们知道行善做好事为主道奉献呢，这个方式方法都很多的，啊，都方式方法很多的。咁啊，当然我哋知道喺清真寺咧，啊，特别啲穆斯林少数嘅地方，啊，我哋系要利用清真寺嘅星期五啊嘅主马嘅时间，这个好多吧，啊，咁啊，你如果系唔系阿拉伯国家，啊，所以都要用当地嘅语言嚟向穆斯林大众啊宣讲教义，啊，引导啲穆斯林的兄弟姐妹啦，啊，点样会
啊行善，点样敬畏阿拉，点样可以为阿拉做多啲工作啊，就系话啦，都有为自己啊准备啊，这个圣功啊，咁你做个阿弥勒沙咧。咁呢个呼读巴啦，就系话做义妈啊，呢、这个应当啦啊，利用啊星期五主晚呢个机会啦，向嚟参加主晚嘅人啦，去宣讲嘅啊。咁啊，作为啊穆斯林一个家精神家园啊，一个伊斯兰穆斯林活动嘅中心，这个清真寺啦。咁啊，首先呢，我哋知道啦，唔系一个单纯做礼拜嘅地方啊，唔系话单纯啊，就系话去到嗰个做礼拜。咁啊，我哋知道啦，就系话马德拉萨就系一个啊 school 啊，一个中，我哋话系学校，所以一定系要传授啊伊斯兰教嘅知识啊，所以教人。古兰经教人那个信仰啊、教义啊等等，所以呢啲工作咧，其实咧，全部咧都喺呢、这个，都喺呢个啊清真寺入边嘅，啊都喺呢个清真寺入边嘅，啊，咁样就系话咧，我啲咧就系话唔系话我啲要做清真寺啦，就话要就去有活动。啊，有活动啊，唔系话诶，你清真寺入边你起好啦，你又冇人嚟啊，咁啊冇人嚟礼拜，咁啊你咁样就唔好啦啊。所以咧，我呢咧就利用清真寺啊，利用清真寺啦，要举办多啲活动，但系我哋知道咧。特别喺而家啦，喺啲穆斯林少数嘅地方啦，我哋更加有明白噶啦，就系话要啊，而家时代发展啦，啊，咁啊有时候咧，我哋要做啲大话嘅工作，举办嘅活动咧，我哋系需要啦，啊，行出去清真寺，啊，你可以搞啲活动啊，去啲行山啊，或者话搞啲郊游啊，或者话去啲。露营啊，啊，嗰啲啊夏令营啊等等，就系话咧，令到啲年轻人啊小朋友啊啊中意噶，啊佢都愿意参加噶呢啲活动，啊就系话我哋知道啦，而家嘅环境啊就唔系话单纯喺清真入边、清真寺入边，就系话讲经，但系有好多啲年轻人咧。咁啊，觉得好闷啊！啊，咁啊，你冇啲其他的活动，所以你好难啦，就吸引啲年轻人咧、小朋友啦嚟学习。所以佢个活动咧，可以多种形式、多种多样啊。咁啊，就因沙啦，我哋作为穆斯林嘅一份子啦，我哋都应当关心。穆斯林的大众的事情，我哋都有关心我哋清真寺的事情。我哋如果话有的地方啊，因为礼拜嘅人数增多，系需要喺清真寺嘅，我哋穆斯林大众都应当尽一份子啦，来参与啊，来参与，来尽这份自己嘅一份力。来帮助啦，喺清真寺。咁啊，有啲地方啲清真寺啊，或者话破烂不堪啊，需要维修噶。咁啊，我哋都需要咧嚟维修嘅。啊，就话我哋要啊。咁啊，仲有啦，管理清真寺。咁啊，当然管理清真寺咧，啊，你都有需要人力物力方面噶。咁啊，你有啲人可以出嚟。啊，就喺话啲财力方面可以帮到嘅，财力方面可以帮。咁啊，呢个体力方面可以帮啊，用体力方面咧去帮。
就喺话我哋都要为清真寺啦，啊，出一份力，啊，出一份力。咁啊，另外咧就要啊，为参与啊清真寺入边嘅所举办啲活动，啊，所举办啲活动，啊，我哋要参与。咁啊，我哋做咗参与呢啲活动咧，咁啊，你可以啊，都可以啊，提供啲意见啦，或者有乜嘢好嘅啊谂法。比如我哋而家做呢、这个啊大话宣道嘅工作咧，我哋系需要大众一齐合作嚟做嘅。啊，咁啊，当然头先我哋提到啦，我哋唔一定啊将呢个所有嘅大话嘅工作啊，就系话集中喺清真寺入边。其实咧，我哋应当咧啊行出去啊，我哋应当行出去嘅。可能喺清真寺出边搞啲活动啊，或者话可以话搞啲更加吸引啲啊年轻人小朋友嘅活动啊，所以领导佢哋咧啊就系话中意啊愿意咧嚟参加呢啲活动。所以这个我哋知道咧啊，我哋个姨妈呢个信仰，我哋个敬畏系需要咧不断啊加强。我哋不断的一路要学习啊，增强呢个伊曼，同埋增强咧我哋呢个敬畏阿拉嘅心啊，更加敬畏阿拉。咁啊，因为个今日嘅就我哋咧就简单啊，简短嚟讲啦吓，就唔讲咁多啦。咁啊，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啦，咁啊。我哋而家都有话伊斯兰课程，都有其他啲Zoom 啊网上嘅讲经啊。咁我哋呢、这个清心真言嘅情况啦，因为我哋都喺为咗方便啊，我哋以前开始嘅会议咧，就系话主马嗰个讲座，喺礼拜之前。好多拜之前有个短讲啊，因为咧就我哋可能有啲人咧冇嚟参加主马噶啦啊，我哋希望咧就借呢个时间啦，再同各位啦分享。但系我哋睇到呢种情况啦，因为我哋第一时间啊，可能啊一个钟啦，可能会长啲噶啊，咁啊有好多人未必有咁多时间。第一，第二咧。因为我哋又将呢个咧，又摆个网站上边啦，或者话 YouTube 上边啦，咁啊就都有啲教包提议啦。因为你一睇咧太过长啊，一睇一个钟，哎呀就惊咗啦，因为就冇咁多时间去睇噶啦，就睇呢个片啊。咁啊，我哋今日收到呢啲信息啊，我哋知道呢种情况咧，你唔系话其他人啦吓，啊，我本人都一样噶，啊，通常我有睇啲片啊，有啲讲经噶啦。如果你话十分钟、二十分钟啦，啊，我哋会睇嘅，睇片嘅。一睇话一个钟啦，哎呀，就觉得太长啦，你又冇咁多时间一路去听嘅。所以我哋系都系想，将来咧，我哋都系用拍片嘅方式。就唔会用呢个直接嗰个 Zoom 啊嚟讲噶啦啊，所以有下个星期六开始咧，我哋又停咗呢、这个啊，停咗呢个讲座。咁咧，我哋去睇个情况咧啊，或者过多假期啊，或者唔定时间噶，我哋将来会做啲咧啊，下啲咧呢啲唔同个主题嘅短片啊，摆个 IU 咧。啊，伊斯兰联合会个网站上边，啊，我哋希望咧就系话，时间咧就话短啲啊，啊，十两分钟啊，十五分钟啊，啊，二十分钟唔超过二十分钟啊，咁样咧就系话方便大家咧去睇噶，每一次咧我哋都会选择啊唔同个主题啊，希望咧就系话。令到大家可以受益啊！
求阿拉苏巴哈努塔勒，那么相助我的啊。如果我的啊讲错咗嘢啊，做错咗嘢咧啊，我就忘记咗啦。求阿拉呼吁啊，求阿拉原谅啊，我的希望咧，我的个这个大王的工作咧，我的一路要做噶啊，我的唔可以咧啊停顿啦。所以我哋都系要啊听大家嘅意见啊，采取咧唔同嘅方式啊嚟做大话的工作。我哋要将伊斯兰呢个真理啊，伊斯兰呢个信息啦，要传达出嚟啊。呢、这个都系我哋啊所有穆斯林嗰个责任嚟噶。所以今日咧就同各位啦。分享到这里啊，接下来我的在我的就下一期呢就不会用这个啊，就好吧，下个星期六呢这个时段呢就没了，迟啲呢我的还会在 IU 啊这个青山真言上面呢会有通告的啊，然后啊几时啊我的会把这个短片放出来啊，没有主题啦，我哋另外啦都有通告嘅啊。咁啊，我哋喺呢段时间啦，都阿拉哈姆啦，都有好多的兄弟姐妹啦，嚟星期六呢个上昼啊，听呢、这个清晨真言嘅这个讲座嘅。咁啊，当然啦，今朝嘅情况啦，就出咗啲技术方面嘅问题。可能呢就有啲兄弟姐妹啦啊入唔到啊上嚟。不过唔紧要㗎啊，最紧要啦你都有呢、这个举意啊都系想学习多啲㗎啊，呢、这个举意系非常好㗎，阿拉啦都会维持大家㗎啊。咁就多谢各位，阿萨拉马拉库姆。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